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费院长携手李一桐、张宇阁、张叶芬登场，有请。哇哦！来来来，我们听听一同的来。Every day 发卡卡，每天给你白发卡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一同。哦，白发卡，啊，很厉害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轮到我了是吧？给你的。嗨，亲爱的少女们，你们谁想要我？热情一点啊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。大家全程冷漠脸啊，好冷漠啊大家。不过不管怎么说呢，毕竟我是我们 N 队的嘛，他们虽然表面上看你很冷漠，其实心里都特别希望，不是，其实心里都特别希望我过去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怎么好得赶紧过去了。对对，我这次我想换一下我的室友那个李发卡。嗯，好，换吧。首先他的脸，娜娜现在是最美的，很圆。对，谢谢大哥。很圆的一张脸，现在有下巴了，有下巴了。哎，真的，真的。然后眼睛很大，大家都知道。眼睛很大，但是我想开黑眼圈那一种。嗯，黑眼圈。对。娜娜画的还是很 Q 的，完全画完的大哥。然后眼球在这里。我这个越看越像科学怪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像科学怪人研究出来。完了，画的有点可爱。在我们两个的映衬之下，你的画是美的。对，完蛋了，越画越可爱了。这不是我的初衷。并没有，这个像衣领。但是还是很可爱。还是我画大哥可爱。你看，你看我画的你多精神，多精神。你的也很萌啊，你看你的双马尾，一个高一个低。你的斜笑看多精神。对呀，然后旁边画的有点可爱。阿黄的韩式一字眉，并不可爱，看错了。对，其实还没画完，最重要的一步，他很黑。最后的一步很关键，被打码了。好，被打码了，非常的黑。这是我的室友李爸。我们的蝴蝶结做的怎么样了呢？啊，对，我做了一个宝蓝色的，马上要做完啦。哇，好棒！耶、yeah。旁边，你的黄字怎么写？还有文盲，文盲，文盲，怎么办？我就不会写这个黄字了。文盲，黄婷婷 ，Lisa 绿 ，Lisa， 不想承认，恩住了文盲。现在是发卡，发卡丽，发卡丽，感觉像在骂人哈。对。巴卡利，巴卡利，像韩文吗？再说点儿，说点儿在韩国遇到的趣事好了。在韩国，我们第一天去了那个。就是免税店嘛，第一天去下午时间是有空的，然后我们就去了免税店，就是大家有粉丝推荐说哇哪个化妆品很好，你一定要去买。那我预告一下你的夜店，咋了？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感谢韩国化妆师。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婷婷和那个发卡的夜店，真的很美。然后说到前几天拍的 MV， 也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，除了就是我跟发卡，还有个男主角。一个外国来自哪？来自英国的一个男主角银发。男主角演了什么戏份呢？不告诉你们。大概这个 MV 会在3月份公布，请大家期待，我也很期待。今天可能要拍到第二天早上8点，拍通宵，就很辛苦。看一下我们的工作环境。放啥？
叶蝶呀、啊。那我要跳姐姐，叫什么？我要跳姐姐。张小姐应该。我不记得了。啊，是这个吧？你不要把我的现场版了、啊啊，这是我的现场版，好吗？我在跟着，我在跟着。不要，换一个。啊，李彤，李彤。换一个。我的笑声可爆，我的笑声，我的笑声，我的笑声，李彤，黄婷婷，李彤，黄婷婷，距离第四轮房间争夺赛结束还有3分钟，目前全市排名第一的是伟大航道。无畏无惧，我没有办法。房间争夺赛人气排名第一的是五号房间伟大航道。为什么有叶蝶的声音？谁在放？关掉。谁在看？谁在看？谁在看？隔壁的人在看。关掉。有猫咪。女主角在这里觉得很尴尬。半妖妆啊，你不变的。不要唱了，好吧？不要再唱了。我们先吃什么呢？什么目的？我们先吃什么呢？迷人少女花园里。先吃什么？今天你看过自己的电影？看过。没有，我他那个放出来之前我就看过了。那个时候我就是韩国造型师还什么还在嘛，然后我们那些韩国造型师就是女生嘛，在尖叫，啊、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我重庆人，江西人，很带感啊！我觉得叶蝶还挺带感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剧本写的特别好，我打电话给你。就是那个剧本，他说的就是你爸爸先来勾引你，然后让你爱上他，然后。
虽然我不懂为什么他一定要让你黑化，但是就是那个，明明很幸福啊。不懂，这个也要问编剧。他只能说，就是挑战失败。说你爸爸这个角色可能是个失败了，两个笨蛋。哎呦。正好你看，我们今天身上也有蝴蝶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我们就像两只夜蝶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一说到夜蝶，我都感觉自己会打毛衣了都。哎，对啊，嗯，我一开始以为这首歌是因为燕尾蝶跟夜蝶很像。对对，你看，有时候念不好燕尾蝶，夜尾蝶。对啊，夜蝶对。哎，华云，为什么这次不是你跟那个谁一起来演这个夜蝶呢？因为这次主题是复活嘛，再打一次张雨绮电话。黎童现在在拍东西，哦，让他从拍戏地方赶回来。我都知道，我还打电话给他，我是不是想？